事情发生得很突然，那建明哥的家属也试着想要低调来处理建明哥的后事，那我们身为朋友，那我们就是从旁来协助，不管一切的发言都还是以建明哥的家属为主。今天有说什么社会局介入，还是什么星光医院那种？这个我就不清楚。那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家属想要低调处理，那我们就尊重家属的意见，那也谢谢大家关心啊，辛苦了。那斌哥，你这边有帮什么忙吗？也没有说帮忙啊，就是来看他，来陪他聊聊天。然后就让大家知道他的好，他留下来的好，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。大家有在里面特别跟他讲什么？就这样。后续的部分有帮忙一些，就是经费。没有，就后续我们都会持续的帮忙。对，那包括告别式那一天，我们球队的人也都会出席，然后来帮忙处理后事。那碰哥会来吗？我就帮我们的。好，谢谢。开完戏之后还有联络的朋友，他走了，我觉得辛苦了，就好好走。小孩昨天也跟我说。铁头哥哥，大家都年轻，铁头哥哥，走，铁头哥哥，拜拜。